一大误区，觉得炼金一级一定会学 Q，我不学技能，他走到脸上来 A 我，我反手学个一技能一血，这是他们对，就是对某些英雄的固有的那种想法，固化了，怎么啊？这个英雄一定要走上，这个英雄一定要走下什么的，这都太固有了。像去年的时候，还有风女上单这种，奶妈上单、露露上的乱七八糟的，这些开发的东西，设计师都给你封杀了。那我一技单对线就不好对了。以前还有游走流玩法，上单绝世流，那设计师都不让你玩。开服的打法全都给你封杀了，他不允许你那样玩。他一直学了个 E 嘛，过来！我操，这么痛！这没换掉，算了吧。这不我去上路，我一打可能我还要死。不好杀啊，肯定。该死了，这波就好杀了。哎呦，这血回的这么快吗？我只有一个亿的了。啊，这是对面打野，他没死吗？那我不是死了？哎，操！20滴血，而且刚才他应该还回血了段段，可20滴血都没有。我们上来说是你妈。上路，这老鼠真的不走了。我也被干个死了。因为刚才我点蓝加毒加小蜜也在打他，没死。死的话，刚才我死不了，卡先回一口。他让 Q 我一下，我死不掉了，我就能等到我辅助来救我。去上路帮一下他吧，这上路好难受啊，这老鼠不当的人。没什么机会。我操！哎呀！哎呀呀呀呀！差不多是时候了。这怎么办呢？中路也杀不了，下路也抓不了，上路刚才去了一下也没机会。我觉得中路也没什么机会。
我操，完了，被单杀了，血没溢出来，完了个蛋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不说话了，好的。好，被白金单杀了，真他妈丢脸！真鸡巴菜。正在路上。阿卡丽确实不好打，碰不到，他一直隐身，又有一个异境的位移。六加一个大招，出来了，完了死了。又没机会，差不多是时候了。这不打也打不过，他多个大。电子 Q， 等级还比较高一些。发育吧，还有机会操作的。至少等七级，等个大。它是能操作的，哎，这消耗能力是真的，哇塞，哎，你看我这 W 是二装二放不出来，关键，我南向直接被秒杀了，关键，有机会吃两层，我吃不了两层，三个币，多一个能吃。我们又死了，哎呀，这两个贱驴，双招没了。这五级老鼠刚才我可以直接秒了那血的，那这个 AP 老鼠平安没伤害。我听到你了，别吃惊啊，去看呀，配合南下，这个在打了，我没打。正在路上。我的双招又一次浪费了，我这把两个双招，前期两个双招都这样没了，好烦呀，你这个逼，哇靠，这中路是什么情况啊，人是不断的吗，打野来玩辅助来，这我还没鞋子，走的还太慢了。被干给的有点多，这把你一波我一波，你一波我一波，我看他们打野往下去刷龙了，我就跟他打了，大意了。
老鼠下路不对线，我们去抓下路。最好的方式就把下路给搞了，然后我们换路，让老鼠就游不了了。不然现在这样吧，我们中仓一直被这老鼠抓。 算了，不跟他们分了，我就去中路补线。但我这血量要被单杀呀，不会又被杀一次吧？我怎么感觉出来又要被单杀了？这血量，一千一千一的血，他有点蓝，我有点蓝。我的，一个 QQ 了我200。 好，丧失任何对拼能力，差100块钱。你往哪里走？我不知道你要回来，兄弟，我太了解了。 我操你妈！哎，哎呀，这老鼠，你打出来，你给我等着啊！ 你给我等着，打团！你给我等着！ 又是老鼠，杀了我几次了？骆驼能不能别走？摊摊到底，兄弟，对，摊，摊再摊再摊，没事，再摊。没关系，摊的好啊！哎呀，摊的好，300块。 他猜这个塔是，400多，460块钱，塔300加一个塔皮，他送条命加个助攻，不是又来了吗？哎，小老鼠。 11级我可以单挑他们全部任何一个人，一个啊！现在还没有1打2的能力，1v1现在我处于无能能敌，好像1打2的，阿克利已经上来了，他一个人把他操作了，那跟不跟我打？ 塔下一站，他没有任何想法，能跟我到塔下，我直接就是去小路。哎呦，辅助这一上直接把我们 AD 给卖了。 这怎么回头呢？快走啊！好精神，我的好大，一妹子，一过来盯着我，快走！
完了，你还是吃。哎，你不收菜吗？你这一下，我打了半天，你过来收菜呢？我们唠一句，大家不用唠，我难像这个拉蒙的。 这蓝枪会玩的呀，这小拉扯。哎，哥错了，他死了，又收菜，兄弟。 得了我两波菜了，我给他推中了，他一个人打可以的，2600块回家，我的进化减速都没减到。 这么漏，这么漏吗？我伤害太低了吧，300发枪，这么刮，303发枪，刮半天，我看，魔杖都没出。 哎，你这个小子疯狂收菜！我操，我还死了，小子又有三血，飞过去。哎呀，我每次救他，他都收我的菜，我靠！这老祖都死了的，疯狂捡我的人头。 可比转世，不行，我要吃他野怪了。8个助攻了，哎，我操！
差点被抢了，我看到我脸上有个E技呢。我操！他E我一下 ，W 一下 E 一下，炸了我这么多血！我靠，这两兄弟！ 急啦！捉急！你他妈急！你他妈急的，大龙！我看一下。 没有用，十层杀人族有一副加成，他没大招，这给不闪，他以为有大应该，大招刚给我，大招没那么快，靠，你又来吃兵，这小子。 张家文行为，兵也吃了，人头也吃了，还想推炮车，我烂皮，还有你，大大。 隐身的，完了吗？丧失斗志，还拉我，嗯，小子。 Mm-hmm.